我是伟门智威的 ECD 阿龙吴敏龙。一直觉得一个好的创业人员，他有一个蛮明显的特质，就是好胜心，总是想要用 idea 去跟人家做个比拼，比较高下这样。就是我看过很多好优秀的创业人员共同的特质。那其实央奈人他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舞台，他其实是一个蛮刺激，短时间之内你必须要激发自己潜能。那也因为题目一样，你还可以观摩到别人创业的一个很好的机会。你也可以听到国内外顶尖的创意评审对你意见，对你 idea 的一些蛮直接的回馈。如果你是对平常手上的工作，你想要稍微跳脱，想要给脑袋稍微一个刺激的题目，来参加央奈人。那更重要的是，这是一个很棒的舞台。就是当你真的有一个闪闪发亮的想法的时候，你一定会被看见，所以蛮推荐大家来参加央奈人。